咱的大古典哦，然后大古典呢，咱的淡水平安寺呢，在这边的青山红毯这边所看到哦。那其实咱古典呢，一般有的就是用行进来推，但是咱人家今天呢，淡水大巴巴拉卡古典大部分都是呢坐着车子的哦。九玄宫啊，共同来庆赞哦。就让老师来为来参拜吼。来供养咱信教弟兄们，但最平安西。来，由我们淡水平安寺的代表哦，来手持清香，来祈求呢，咱信教来护佑咱所有咱诶淡水平安西龙华教地主，大家拢当平安。一路哦，来一听嘞。来，谢谢恭送我们圣驾，来感谢咱老师哈、大家呢今天一路上辛苦了，这是来自我们淡水九玄宫。来，咱九天玄女与咱三奈不离与咱中大观水性感哦。
全功哦。三妈哦，本哥呢要来线上清香演比比给我们很想秀的变好不会傻嘛哦，来祈求傻嘛们好不要让其他的让淡水大拜拜让平安事情一往我来忽悠让淡水平安师让所有龙华就得就得让素食不在即刻即刻风调无损一个咯，咱来当日日出，日日火，日日赚大钱，去老厝，一日好，两日好，日日招财又进步哦。久违哦，久违的嫩牛咖哈。那前面呢，那嫩牛咖啡味的开始摆堆。前面，从前面红这个红绿灯下面吗？红绿灯下面哦。那我们嫩牛咖哈，你这个红绿灯，我们闪黄灯下面这边哦，没有来打开开放嫩牛咖哈，你家。那所以呢，没来参与嫩牛咖的好朋友哦，三妈的家持，就着咱天上下面，咱三妈的家持，会当予大家来合家平安哦。事实已经嘛会当予大家行东西，滴两百会当来赚钱，拢有当当哦。Thank you.
谢谢我们关将所现在在写南淡水九玄宫。谢谢咱的牛山哈，那东厂呢？大家都知道的牛山后边就是咱的岘港的软桥哈。九玄宫九天玄女，我们圣驾莅临淡水平安师，由我们执事代表手持金香，祈求九天玄女圣驾能够护佑淡水平安师，我们如下众弟子哦，大家都能够事时无灾，能够听佑护明，同时呢也保佑我们现场所有的众星徒，大家都能够事事顺心哦。我们所谓的神光显照，南唐素汉就会丁行有万年。大家呢，感谢咱就会用咱就能很入性的莅临，但至于安塞，咱庆祝安端。全女圣驾去留神恩，也护佑所有的留下众弟子哦，感谢感谢。